完了，后来他再说出来就变了，这个样子，所以白白的把这个道啊说出来，也算是耗费没有用。这个到了现在修道呢，讲句说，修道以灵为根，先找灵根，就是道生天地。先说道生天地，道生天地就是天地的灵根。在古时候，在根古以来，这个道生天地就是由混元一体，那么这个由混元鬼生出来的天地，生出来天地它列为是这个天地转动，它带出来的天地这个是物极，在那个时候物极操纵的，它转动它有太极，太极就是阴阳，就是转动，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为太极。那么这个两阴呢，就是阴阳分开，把它再分开，分化着用。所以要明白，我们先找这个灵根，由这个上边呢第一个圆，第一个圆锥，一个主体就是混元鬼。混元鬼，那么这混元鬼里边是一个，拿这个普通的话说，就是混元鬼的精华，里边的整个的元体生成的，就连成为混元老祖。那么再有是天地鬼，天的灵鬼就是昊天祖，地之灵鬼就是地师祖。这是分出这三组，三组之根，三组之根都是圆形的，它没有方形的，它没有完全都是旋转出来，它有天地之灵根。我们修道呢，根据着这一个，这天地虽然分出来了，太极转动，还把里边有这个暗含的，有这个阴阳气的。在这边浑浊不分，到这会儿这个天呢混混沌沌还不大明亮，在这个时候啊，这才把这个一切这个浊气跟这个浩气统统把它收了，锻炼出来，这才生出剑来。这个剑祖就是这个这一切气锻炼成真，就是把这个收出来之后，就是剑的始祖。剑的始祖是念了五种剑，就是五气，它这里边分了五气，这个金光剑是最高的，那么这个紫光剑是次之，再次之是白光，再又是青光、黑光，这是五种剑。五种剑出来，这个剑祖就把这个金光剑带起来。剑祖本来也没有命，后来这就算是自己死命为这续玉君，续他是画这个双立令，玉就是羽毛的玉，君是君臣的君，这个呀拼出这个名字来。这个这是三足之要，因为这个样天地才分清楚，这才是清明，才有日月。日月这天上的这一个精华照出去，照到地里，这是土中才能生，这个去水火风吹才能够生出万物来，才生出人来。这个人同万物一块，但是当然在这个生出人来，各种植物也有了，并且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什么，这个太阳的阳光非常的厉害，并在这里边调整这个阴阳之气，
这一个，这都是对于你师父对于这个天地的功效。他后来这个传的这个剑呢，这就是这以后这就是玄女以后传的，这个以玄女为师，老人家不传这个剑。这以后这叫天地阴阳，这由天上这个传了这个十条回归天为十派，十派传下来十派的道，就是这十派连刀剑都算得快，这十派。那后来这个地有十二弟子，说是这才有师祖传的十二门人，这称为十二门人，就是按着这个道玄真妙无量法觉不虚境界这十二个字排起来有十二门人，这是十二道通，十二个道通。在这个以后啊，就是这个道通安定了之后，这红军老祖这是传三游，这个三游传起来定的这个一下呢，这才道祖元始天尊通天教主，这不禅界两教，通天教主和元始天尊禅界两教，道祖呢上三清。不过这个三清里边啊也是很简单，包括修持法很简单，并不把这个真理东西在这儿就叫师祖就留下来，就在这儿不传。但这一切不传，一切不传，就完全成了一个把这个道啊成了一种玄虚，本来是玄，可是它成了一种玄虚，成了一种完全不说实话，都是天机，不敢动，就把这个道啊弄成一个胡说，就传出一种旁门歪道来了。旁门歪道是由无极太极之分出来的外边的道去传出来，就成了一种这个十宗里边啊，这天上这十宗里边啊就有这个定了这十宗，就有腐烂这一套。他这个腐烂呢最能在这个黄帝这边啊，有黄帝这个出来的书很多。那这个你比方从前这个官禄得一道，就是他就能只可以知道地之道地之令，他通了地之令，他知道天上来一个神仙到地下来到什么地方，他要借这个地令之气在这个地方修道，他下来借着修道或者下凡气，或者他在这里做一个洞，他在这里他就这个官禄能算出来，说是能够人的寿命是怎么样，但是他自己怎么样能够把自己了解他还不懂的。结果呢他们不能他冷酷，这是官禄。那么至于这个后来下面是少康写这个梅花书给这个黄帝经世的这个院士，他先得的梅花遗书，用梅花遗书之后就通了这个黄帝经世的做的道法，这是一个人之道，他能算人的吉凶，一切小的事情他都能知道，但是仍然他也是不能脱轮回，或者一个轮回能把他自己尝试。所以这个你修成神仙能成转化，也还是难脱轮回。这到时候这个样子呢，不管是守和一千年三千年，他光想说话他不能解决他的身体，以至于这三祖看起来是一个天宗是了不起的。这天宗说是道不能光在上边不下来，这看于师祖，师祖是这个天宗光根据非得有带罗金仙得根据着为什么他们是从这个一问世的就了不得了。这个世界上啊就有很多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这个怪魔怪都有，这个山上的是古墓怪石已经修到几十万年
他还存在，说他为什么修到这个样子，你们这些神仙还得自己去作画了，到时候飞升，这是怎么回事？他这个道，这是越来越觉得什么长得什么道，这个三角是什么？这个狮子不能自己得，你说这个书在这里有这个人都要得着，把这个人给传下去，这传下去现在他们记起来，这个是没有人认的，这个字不是现在就是说孔子传的这个字很好看的，有这个话的现在人人都认的，那时候他这个心里的想的这个话的这个一令来解释的这个，这个长节早子跟生命的血一样，他跟长节的时候的算这是不是一种完全他写出来他的心里一个人画个人一个什么时候画的手性，他弄成这个样子，没有办法认的，这个是这种认法很困难，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在传递这个道，就是说叫他们看见每一个地方要考察，这个这在考察的先天卦是怎么着根源，后天卦是什么根源，这个石头对天地的灵气怎么样能够几千万年啊不坏，而且反正一个他倒成了金仙了，石头能变化人，你这个人这个肉体为什么有天地变化的，你不能带他这个肉体，你不能随时变化，这个石头怎么能变化，这一块树一个古木它怎么能够变化，这一块草花它为什么能够变化，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它得受天地的元真的灵气，能够完全与天地灵气合，你就能变化万物，万物由天地的灵气而变化的，你就能变化天地万物，凡是与天地万物来合，说他这是道，是道与万物所用，道为万物所用，就是道生万物，万物为道所用，什么修道的人，万物的灵气我们都能用，都能把它采聚来，并不是一晃即之数，就是这个弗兰的这个事情，弗兰的说的什么，现在就是一个小孩子，他没念过书，马上就能弗兰，这个给他说的，不是就是马上能写字，才能弗兰。这个咱这个打这个金刚拳一样，小孩子没学过拳，他得打拳，什么都会打，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灵里边这个灵体，你有智慧什么，它是什么？所以这一个东西呢，就是这个灵体下边这十条回归线，这十个神经线，在这个十个神经线的分体，你要是只要是用上一条，那这个这一条通了，那了不得。那就很管什么，他这个什么都能知道，什么知道他要是去就把他这十条完全不同都骗了，这可不得了，这个他就是一事无成，他在这个神经线里头走了一条要能找着这十条。